教师节来临之际，亲手制作一份特别的礼物吧。我们需要剪八个圆，15厘米的纸来对折一下。你可以用圆规，也可以用圆的东西剪一下，对折一下，得到八个圆。需要用的双面胶，沾上双面胶之后，把它们粘到一起，依次粘到一起，首尾相连，最后形成这样。找一个黄色的纸，剪一个圆，粘上眼睛，画上嘴巴，把这个翻过来，粘上双面胶，把这个弯曲一下，看一下这一面，调整一下，把粘在这个上面，找一下合适的位置，粘一个纸棒，粘两片叶子，找一个大纸包装一下，剪一个长纸条的纸，粘一下，粘一个小纸条，这样就完成了。